到我的专注，我会为你买 San Francisco。我是你的 real 周汤豪，台中你们好吗？很开心，今天又回到台中，来跟大家度过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一起迎接新年。3年前也在台中跨年，但是因为碰上了疫情，台下完全没有观众，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台中的朋友们，真的很过瘾，很感谢，很感动，很开心。